今天在拍那个专辑，今天在拍那个专辑的照片，宣传照，还不宣传照，封面，在拍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在拍专辑的封面。那我用一个字形容今天的天气。一个字，热啊。说两个字吗？好热。一句话呢？其实最近真的好热啊，然后大家要注意不要中暑了。这个天气在外面，我觉得待一会儿就感觉有点晕。那夏天既然这么热的话，一般会有什么解暑小技巧？解暑小技巧，吃西瓜，吃冰激凌，但是不要多吃，多吃会拉肚子。